臭小子，我今天就赖在这不走了，我好心帮你，你还耍赖。喂喂喂，怎么回事？那个高老，你给我评评理啊。你敢这么叫我？你谁啊？我就一卖菜的。卖菜的？怎么你长得和威廉这么像？嘿，我长得哪里像这个缺德的臭小子？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我看天色晚了，这小伙还在那卖菜，想着给他全包了，让他好早点回家。这是好事呀，你怎么不领情呢？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你就给我3块钱。这么下去可不行啊。是啊，看样子这小伙是不走了。你把差价补上呗。这是威廉惹的祸，干嘛要我来？你说你是不是温柔又善良，体贴又正直？是啊。那就是嘛，你这么好，赶紧帮忙吧。我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在这儿和你废话呢？快滚快滚。惹事的威廉，我祝他不孕不育。喂，杰克老师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呀。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生气。可是你这样诅咒别人是有损阴德的呀。我说都说了，那怎么办吧？你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就抵消了。不孕不育再加什么呢？子孙满堂。杰克老师，对不起。但凡你有个女朋友，也不会闲着惹事。哦呦，去找。女孩子都喜欢狗狗，牵狗狗去外面走走，我不是都教你了吗？我按你说的做了，但是都是来找你的。是你缺女朋友，怎么搞得找我了呢？因为我说你让我牵狗的，来找你的，都是被狗咬伤的。我说小伙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少一分我都不走。你这年纪轻轻的就卖菜，怎么回事？我还在读大学，伙食费不够。原来你这么穷呀，对不起小伙子。我家不穷，我妈每个月都给我爸3000，然后转给我。3000还不够？